我们的阿父啊，最近社会上因为同志平等法闹得沸沸腾腾的，我们在此祈求阿爸父神赐给我们更多安定的力量，让我们在上位者有更多的智慧，能够去面对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真的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宝岛。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我们把一切交托在您的手里，求您圣灵降临与我们同在。孩子这么祷告，奉耶稣基督之圣灵求，阿门。那因为今天电脑有点宕机，没关系，我们人不要宕机就好。那我们那个主导文就不念了，没有关系的，没有关系，要背背看吗？好，那请阮老师来带领。